哥哥哥哥哥，哥什么哥呀？哥，往哪儿哥？哥，别叫我哥，欧巴，思密达，你可是墨迹死我了。你知道你女朋友为什么跟你分手吗？她说我不阳刚。你这是阴气重。没事儿，听哥的，今天在这个酒店就拿出点阳刚给他看看。阳刚之气。你这是娘们唧唧。没事儿，看哥的。明白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假扮劫匪呀、啊、你当场给我制服了，那时候你在你女朋友心目中的形象，哼。我打不过你啊。没事没事啊，咱们有动作啊。有动作呢，排练一下啊。看啊，左勾拳，左勾拳，右勾拳，右勾拳，迎门大踢，大踢，大背胯，大背胯，明白了吗？我试啥？我来一遍，左勾拳，嗯，右勾拳，哎，迎门大踢，哦哦，哥，还有个大背胯呢，哎，不优势了，我的力道够啊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啊。哎哎，记住了，服务员来了，先生您好，这个包间我们定了啊，你随叫随到。好，你，谢谢先生，你一会儿我说什么就听什么。 Yes， 一切全听我的啊，没问题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好的，机灵点，先生慢走，慢走哥。来，先生这边请。好的。喂，干嘛呢？别打鸟了，那能值几个钱啊？来买卖了。对，202，等你，挂了吧。宝宝，你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催什么催呀，我到了，房间号202，我去接你吧。哎，人呢？宝宝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在那儿干嘛呢？等你呀。杨哥呢？不是说好一块吃饭吗？他出去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来，你先坐。宝宝，咱点点吃的吧。点吧。嗯，威特，先生，请问您点点什么？宝宝，吃点什么呢？你定。糖拌西红柿。甜。你说呢？你定。拔丝地瓜。甜。你说吧。你定。松仁玉米。甜。大哥，你要再这么点下去，你媳妇儿非得糖尿病啊！你幸亏没点冰糖肘子，就这个甜有肉，你定。请问二位还需要点点什么喝的吗？宝宝，我定，我定。冰糖雪梨，嗯，甜是吧？那要不加多宝？好啊，好。二位稍等。哎，俩啊。哎。你定你定，一会儿就把你俩搞定。先生，请慢用。你还挺快。宝宝，喝水。先生，对不起。大哥，你怎么才来呢？我去弄了辆车。弄辆车还这么晚？自行车。
骑自行车也早该到了，没脚蹬子。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你除了打鸟，你还会干别的吗？啊？家伙带了吗？带上了，带上了。上。大哥，第一次打劫，他要还手怎么办呀？你不带着家伙呢吗？弄他呀！杀伤力太大呀。也是哈，记住了啊，咱要钱不要命。要钱，哥教你几招啊。左勾拳，右勾拳，英文大踢，大背胯，记住了吗？没记住。少废话，来一遍。左勾拳，右勾拳，英文大踢。那个，大哥，那个还差个大背胯呢。行了，啊，有劲儿跟他们使劲啊。好，第一次啊，别紧张，哥在外边守着你。嗯，把衣服脱了。哦，硬气点，嘿，硬气点，上，你上，我上，我叫你来干嘛呀？啊！我上上啊！没事，大姐，那个哥，你来早了。这谁呀？走错屋了。是这屋没错啊。打扰一下，干嘛呀？大姐，啊，大姐，我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有我呢。那个，把钱掏出来。Yes sir，绝对服从命令。钱，搁这儿。第一次这么顺利吗？啊，对，手机，这儿呢，手机。俩都给你，我都不会打劫了。那个你啊，对，还有手表，今儿我没带。来，宝宝，来把手表拿出来。哎呀，老公，这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别闹，英国的、美国的、瑞士的、德国的、国产的。哎呦，那个你俩别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摘下来，要不我动手了。对，终于到这个环节了。这都吓傻了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套路啊，套路！不，你别过来啊！我来喽！我打你啊！啊！左勾拳！右勾拳！英文大！哎。鞋脏了，别吵吵了，怎么我打劫跟闹着玩似的呢？打，真打劫的！别喊，别喊啊！大哥，制服了，别慌，他俩是一伙的，刚看出来呀，晚了，兄弟，加我啊！我碰死你！这是什么呀？家伙呀！干什么用的呀？打鸟的。打鸟，这是打劫啊！一边去！哎，先绑你俩谁？宝宝，你定吧。又是我定是吧？兄弟，啊，没事了，啊，躺着。我躺这干嘛呀？我怕你摔溜。那我能这么说？兄弟，醒醒啊！废物，他是个废物的，你比他还废物。宝宝，他说我是废物。你就是个废物，一点都不阳刚，没有男子汉气概。头发再长点，你就是个女的。杨哥要是在这儿，杨哥早弄他们了。打！你想干嘛？我跟你拼了！我右勾拳这么厉害吗？
什么情况？啊，杨哥，老公，你好 man 呀！不是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他俩啊，打劫的，我搞定了。真来打劫的了，老公，咱一会儿去哪儿呀？你定啊！不是你处理啊？我咋处理啊？报警！我打劫还撞衫呢，这个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我是打劫的，不，碰到打劫的了。